或许每个人都会有梦想啊，像是可能会环游世界，寻找秘境中的宝藏，成为宝物猎人。但是呢，碍于现况无法实现，还是来玩看这个时光之刃，来满足一下想要冒险的欲望吧。继美国的E3展之后， Konami 公司持续在今年的东京电玩展中公布了由 JGen Entertainment 所开发的新作品《时光之刃》的新情报，预定2012年会在 PS3 以及 Xbox 360平台上发售。《时光之刃》的主角依然是在前作 Xbladed 所登场，一位使用枪剑作战的财宝猎人 Ayumi。 在本作中， Ayumi 将继续他的冒险，但却因为寻宝而来到一座奇异而危险的小岛上。另外，游戏还有超过40种不同的近战技能和策略，同时还有许多的魔法技能。另外，也同时支援多人合作和多人竞技模式。如果有玩过前作的玩家，可千万不能错过这款最新的作品哦。